主持人充满长辈疼爱心，错是有欧巴桑的贪小便宜，很重哎。有一次我朋友来我家，他点那个麦当劳，店员忘记放酱料，他还没想说哦，这样我要怎么吃，我就把刀拿出来说，来，你要糖醋酱还是番茄酱，还是我有那个黑胡椒酱也可以。哇，我拿两个奶球了好不好？黑胡椒可以给我啊。地上今晚九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我就问你正常吗？